好有量啊！老板，才拄好。啊好，看你往哪走。啊！你这个笨手卡小，欠我的钱，搁想走？还钱，还想要偷袂着？走你叫！刚够白酸的。哦，该怕了，兄弟。我想起啊，算你好运啊，够钱好你叫。真是了，老板你讲看卖，我参考一下。我跟你讲啦，迄天哦，恁小妹看到我啦，安尼恰恰恰，伫我的想法哦，伊若甲我洗面，就代表讲哦，伊去杀掉我。所以哦，超过伊拒绝我啦！啊，你哦，唔着较早讲嘞，哦，我甲你讲啦，嗯，阮小妹吼，会稳当话听我的话呢，我叫伊往东，就唔敢往西，我叫伊徛，伊就唔敢坐呢。真好，那呢我爱你哦，甲恁小妹介绍我。会用的是会用的啦，老板，也唔过。小陈小姐，我欠你迄娇笑。啊，你要提这来跟我参详的啊？娇笑，林小妹啊，对的过，对的过，好，阿你话来讲，你若甲恁小妹介绍我，甲我上好，迄条娇笑就母母哦，准拄煞。我问你，是啊，全部拢准拄煞呀，哎，无问题，包在我的身上，我保证绝对让你有吃搁有喝。呀，来，阿兄，是安怎今仔日咱特别出来吃饭啊？是安尼啦，阿兄哦，以前对伊上歹啊，一想到这吼，就感觉足袂得过，唔再想讲请伊来食饭饮酒，算是甲你回失礼啦。阿兄妹啊吼，以后一定好来好去，阿兄对伊足好诶，一定好啊疼惜你。来，干杯。无阿兄，你啉就好啊，我已经啉伤多啊，头有淡薄仔戆呢。无喏，你是千金大小姐呢，袂晓酒团就是甲硬听诶啦，哼，唔管遮济啦。饮一杯啊，来，来啦！今日是咱兄妹头一次出外口饮酒吃饭，阿兄真是足欢喜的，一定要加饮几杯啊！你好醉，你好爽，对啊，阿你还画滚未？我未晓呢。未晓？那应该未晓了。阿兄教你，来，来啦！哎呀，姚东兄，真正是你哦！我伫外口，就听下你的声咧。老板才拄好，我当地教阮小妹画拳呢。哎呦，画拳哦！那可能画拳哦，我伫在门口，我啥物可能来嘛？我教你。来来来来，两个上好啊，生三个十全十美，够快！哎，真。哎呀，咱当时要回去啊。无喏，老板是咱的好朋友呢。今日才尔难得跟咱做伙食饭饮酒，哪会遮紧就回去啊？不管遮济，果林来坐，来。我饮酒是足好耍的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两个是，细两个。喂，刚果林一点面子拢袂还兄。老板，搁要搁叫几罐酒来饮无？哎呦，啊当然的啊，强哥。咱先饮哦，一摊你唔通抢垃圾，一摊算我的。好，水鬼，来哦，把上好酒、上好菜全部捧来。谁来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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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酒落啊，酒落啊！站站站站。哎呀，你行这么久。当时要到厝啊！要到啊啦！老板，啊，我替你介绍到这款的程度，应该有够啊！无
有够有够！那呢，我欠你个娇笑哦，母母诶，真都帅！阿玲真好吃，我做伯兄妹就刚好你啊！好，林哲理，去你去。罗姐，还要收工吼，有重要代志要做，对了，我办事送你回去。好，来。你不要去对啊！你放心，两个办事好人。也好好啊，对待你。阿叔，阿爷，顺吉啊，顺吉啊，行行行，我送你来等啊。你别坐一堆，我那不是胃病啊，你给我放手。廖吉祥，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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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搁什么对抗我娘哪里啊？哪会搁是你啊？顶面搁无让你学着驾驶，好，那恁今仔日哦，我就让你知影，我的厉害。哈！呀！呀！给了，都别跟他抽起来！哎呀！啊啊！给我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安怎啦？你安怎？啊！你目睭是安怎？别管我的目睭啦！有一个姑娘叫我廖金城，迄个乌白掠走啦！你赶紧救人啊！来！啊！你别紧张啦！啊，是你熟悉姑娘哇？是熟悉。啊，你是要寂寞啊？天雷动了嘛？去，行。等！阿母啊，你要从啥啦？带恁去救人啊！母啊，你莫甲阮拖落去啦！无啦，我意思讲，应该是袂太危险啦。哦，啊，你问乖乖，我甲阿华去啊，半个时辰无倒来，叫义勇团来去咱斗三工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乖，等，好啦，卡起。阿卡细你个啊！哦，啊，为什么你要从啥啊？你买我来啊，买我来。我廖吉祥看家的查某，我一个都会过。你们回来好啊！廖吉祥，你敢甲别人抢我麦？你抢我麦？你哪个你？敢是？快看到，你好去无？你两个是甲天公借的？敢再来骂街？你找死啊！你赢啊，廖吉祥！你帮开工才准好耍，搁到江秋龙才有你，哈？要干飞嘞？你老大尊严走倒去，敢不敢枉犯？你话怎么我就是枉犯啦？安怎？人诶啦，阿水啦，咱都要绑紧啦！大，安那？啊你站住啦！你站住啦！唔知咱都要绑紧啊？爬，下来爬！有我若要离开这，义勇团人马上来到这，人抓厝内，其他只人敢无半声。看你心里要做无？义勇团，我听你的好啦。唔相信，试看卖啊！你试看卖啊！试看卖啊！试看卖啊！其实。你两个阿基，这条线，你别给他偷的啦！绑得，乱烫啊！快点！怎么是要安怎啊？无鬼啊，是爱去恁家好啊。阮家，歹势咧。互恁妈照顾。
行。哎呦，我想讲恁若是搁歹转来哦，我就要去叫义勇团。阿姨哪会做安尼？来来来，紧来紧来紧来，弟弟再讲。这位姑娘是安怎啦？啊？哎呦，较细腻个，较细腻个。阿姨哪会做安尼啦？啊？你是安怎？啊？阿妈，这位姑娘哦，今日就先垫伫遮互你照顾啦。这你放心啦，遮交互我就好。啊，这位姑娘看起来哪会安尼面色面色？无啊，你煞袂记哩？迄一天啊，你骑扫帚今仔伫街上咧甲我拍的时阵，我无细哩共弄着这位姑娘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。原来你有见过伊哦，那才拄好。阿焕，你做了真好，遮哦就交互我。啊！你看你安尼受伤，甲安尼，转去高药啊，吼！去高药，转去高药，好唔得。哎呦，转去啦！你放心，紧转去休困啦。你嘛较细腻，紧转高药啦，无代志啦。好啦好啦，那呢，我明仔载透早才来看伊。哎，阿姆，最近爱记甲讲哦，伊进前的时阵哦，我过来看伊，好。你放心啦。只交予我就好啊！你看你的目睭，紧转去高药啊！好，较早休困来啊！好，较注意的啦。嗯，紧紧紧！安尼套套的，有较爽快无？嗯。阿母，饮我茶，会退酒啊？互伊饮啦。哦。来，饮茶。听阿华讲，你姓柯。对啊，我叫柯有姬。阮姓赖啦，啊，伊是我的后生，叫水星啊，就是顶届甲你弄到的迄个，你敢袂记？看起来吼，咱阁真正做有缘的。啊，是讲你是安怎会啉到安尼醉茫茫，啊，阁叫迄个廖金声伊？我是去学阮阿兄设计的。啊？你阿兄甲你设计？这我哪是我听无啊？嗯。我想，一定是为着搞笑。阮阿兄之前就对我无介好，什么形容对我这么好，一定有什么诡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听无啥有啊。你讲恁阿兄对你用诡计？对啊，啊，这到底什么阿兄？是啊，其实。我跟阮阿兄是同辈姑母，阮阿母是阮阿爹伫外口熟识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安尼我听有啊。巧。自细汉，阮阿兄伊都受着伊阿母的影响，伊都真惯在我跟阮阿母。我八岁当阵，阮阿母过身，阮阿爸把我接转来厝里住，阮阿兄逐工都甲我拍。甲我骂，一直到今仔，我阁足惊阮阿兄的。我逐天拢爱看伊的面色。那恁恁阿爹嘞，敢无替你主持公道，互恁阿兄每一工来欺负你哦？是啊，无，阮阿爹伊真疼我。有伊伫的时阵，阮阿兄唔敢想超过。啊，不过即届，伊出去外口做生理，阮阿兄就设计要陷害我。要抓我去做杜小的工具。哦，所以伊就把你灌醉，送去廖金城遐。靠！哪有这种人？你甲江西同款嘛？摸唔着。啊，你即马拍算要安怎？我唔知影，我嘛唔敢回去。免惊免惊，你阴暗哦，就困点遮，什么代志明仔再处理。多谢。代志该当何罪？你到底要认错无？到底要认错无？阿妈，阿妈，我靠，声音，
你敢有听到啊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拄只我听到你房间有声音，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无什么代志，出乌房啊！来，你别来得济啦，来来。小姐，啊，你是做什么乌房啊？哦，我的房的一个呢，哇，一个。大身足大汉的啊，啊穿武装的官服的人哦，吼，迄足威严的呢，伊的影哦，伫咧边咧规楼悬的啊，啊你看到我就一脸面，一脸面，一脸面，我就一提，一脸面，我就一提，啊就下来。啊，你是你是做啥物歹代志？啊，毋是才来喊面啊？我哪有做啥物歹代志啦？你讲啥？我若去碰到伊的时阵哦，我绝对会问伊，喂，我到底做啥物歹代志？伊是要要打骂，安尼我就知影。我看啊。后一下你若是望到伊，伊一定去甲你骂骂骂骂，骂甲你惊着，叫乖小来认真卡。啊！反正反正是安尼，啊，是讲这么暗啊，啊，你是要困还是要干？我困你也不遐啦。我嘛知你要困，也不遐。问一下娘娘。虾灵。你讲的是最近伫北港出入上爱食黄金迄个哦，阿姨心肝的来历啊！啊，惭愧，伊伫百外年前是我的机身，不过贪婪之心伤重，走入歪道，自此被绑了后，万分之气凝聚不散，终至锻炼成妖啊！啊，毋知有甚计策？我的驾情要动。当初在天庭抓住祸端，受罚打入官庭，如今已经二十岁，人就伫咧北港。我打算把这灭毒邪灵保护乡里的责任，就交付在伊的身上。哈哈哈！哈，安尼我知影是甚物人咯。哎。你是偌期家铺的人哦，差不多算是啦，一半一半。我小妹呢？你是不是在厂内底啊？顶家交出来。你小妹？我小妹柯有志，我阿兄啦。柯有志是啥嘛？你莫跟我定亲哦，顶家交出来，老婆就过年又过来就跟我胡乱。都有人客啊！哎，好啦，那叫你啥？主席啊，伊要找我小妹柯有志，顶家交出来哦。哦，阿母啊，伊就是柯姑娘迄个阿兄啦，吼、嗯。哦，哦，我来柯姑娘哥就知哦。阁不了好听。阿兄你好，我叫周定发，你会当叫我发啦，请多多指教。卖讲废话啦，我今日就死开啊！恁甲人交出来，阿无对你无客气啊。水仙，徐小姐。哦，我叫廖水仙啦。这种人吼，家己家己的亲事，将袂安尼灌酒醉，送去蹲校呢。伊，你讲这种向伊失职的代志，伊嘛做会出来，是不是应该怕？啊，你卖阁甲拖。啊！啊！真惊你，你做人去，你这样，你我讲，你我讲，放心嘛，哇，最新啊，好啊，你卖阁怕，卖阁怕。金小姐，这种人吼，就爱甲驾校惊，若无以后会阁欺负你，唔知甲你袂去倒呢。阿妈。有够啊！真正有够啊！玉芝，你出来吼、哦，紧，紧带我回来，带、我回来，带我回来啦！你对我做遐尼卑鄙的代志，你想我敢会敢回去啊？讲了无唔对，你若唔紧走吼，阮绝对甲你讲甲痛甲做到白。哼，今麦玉芝哦，是阮咧保护的啦，安怎？有听到无？阿妹暂时收留我。
等阿爸回来，我自然就回去。到时再请阿爸替我主持公道。你，好，恁偌具拼搏的人，足敖的吼，我已经点名做记号啊，以后一定找你算账。我要吃饼，我请你嘛啊。臭干阿婆的。阿发达，啊，你的目睭哪袂褪红啊？袂要紧啦，过两工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你是为了我才受伤的，行，我带你来给大夫看。